就是有点点跳，但是重点都还在。没有，他没有那个放天灯。怎么会没有放天灯呢？最精彩的片段。那里太前面了。多少半夜吗？这应该是在这中间才对。没有。怎么突然回家？回家。今天我们今天开箱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买的很多迷你的小东西，真的是可以看可以使用，可以使用的。这个是迷你休闲用品系列哦，这是七巧板，超级可爱。你刚刚没有看好它原本长怎样，你现在听不回去了。你有玩过这个吗？它有几种方法听回去？它有很多种方法，对，很多种组合的方式，就是动脑筋用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是这样子的。哎、欸，看了答案还不会，应该对，有吗？有了，恢复了。第一个就卡关了，可是后面的就没有那么多这种的。来 ，Time for school。这个真的有内容哎，哦，好可爱哦，好小哦，真的可以读的故事书，有点小哎。我眼睛应该是看不到，因为我有远视。这是一本绘本故事书。It's time for school. Happy. Lost has a new lunchbox.Lockbox. Where is his backpack? Where is it? Backpack. Here is it. Where are his notebook? Notebook. And his pencil. Pencil. Oh no. Oh, 你的 mouse pad. Oh, homework. 下一个很酷，非常可爱。下一个也是说哪一个是？都可以。有了 A 梦屁股的。我们有整套的哆啦 A 梦，虽然可能不是整套，但是看起来不用哭。这个是第一，真的有故事。来自遥远的未来，哇，这个字是糊的，而且还是彩色漫画的，太小了，图都看不清楚，不是很厉害，很精美。再来看第二画，很精美耶，是真的小到看不见，但是你看找不同，对，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应该都不一样，很可爱。哇，这个图比较大。不一样的内容，而且是彩色版，彩在一起超可爱的。日本漫画书，大家觉得怎么样？你有娃娃屋或什么？你给你的娃娃看的，真的超级酷哎！除了哆啦 A 梦，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漫画《第一华》。鬼灭之刃怎么这么少？只有到第十本了。我们来看一下它每个封面是不是真的对。第一个，大家家里有吗？鬼灭之刃的漫画第一画是长这样吗？对啊。从这边看的，哎，是真的呢，它就真的是第一页呢，这很厉害呢，而且第一页是彩页的，这是真的。一开始他探回来，然后他的家人有没有跟他 say hello？ 这个真的是跟那个漫画里一样呢，什么？只是他感觉故事剧情有点跳，你看真的是照着做的，那只有演到前面一点点而已。好好看呢，我看完了。这是第二集，第二集长这样吗？对啊，哎，这好细哦，我的天哪！哎，他前面真的有按照那个前面几页啊，他没有办法整个。第三话长这样子，第四个是这个，那每一页都想要翻开来看一下。第一本最酷了，还有一个彩页。第五集遇到义勇吗？是应该是已经遇过了。哦，枪兔训练堂，还有真菇。哇，你看这个是全版念的，打手鬼的桥段，那边是遇到一只柱吗？第八，你看大哥打掉手鬼了，通过最终选拔了。这个是音柱，是它这个是粘在一起的，互相粘在一起的，真的是做的蛮细的。如果你有小书柜，就这样放在里面，超级可爱。来下一个，这个是最后一本书，这个是超可爱的，是英文的绘本。哇，喜欢吗？今天可以带去学校给同学看，他们一定会说哇。从前一个小 baby 出生，然后这个巫婆去偷那个太阳花嘛。老巫婆呢，就是这个太阳花会变年轻，士兵拿走给那个妈妈喝。哦，是吗？故事有点跳，可能真的故事太多页，所以它有点跳。所以大部分的剧情都有在，对不对？它就是有点点跳，但是重点都还在。没有，它没有那个放天灯。怎么会没有放天灯呢？最精彩的片段。那里太前面了。多少半夜吗？这应该是在这中间才对。没有。怎么突然回家？回家。多那一页也没差吧？迷你纸娃娃，这超可爱的迷你纸娃娃。这个是谁来问？然后这个你可以贴在这个纸，好漂亮，很可爱。我要穿这个美少女战士的衣服。我对到了，我好厉害。很酷吧？它这个就是每个颜色都是对应每一个。你可以先对对看，觉得哪样的好看。Oh no！ 啊，越大件越难对。
那鞋子还带腿，这样比较好对啊。下一个是这个，这个是真的可以玩的黑白棋。你要黑棋还是白棋？它还有碗呢。它要黑棋。要用夹子哦。那我不会下棋。这个是那个吗？珍珠吗？这有点像粘在衣服上那种亮片。五子棋很简单，就连成一条线就赢。好来，我先玩。哇，你要翻不过来，手有点残呢，这个在这里。所以是放在线上还是格子上啊？应该是放在格子上吧。那格子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死吧，暴击动作慢。我赢了，你怎么挡都会输的。没有，因为我赢了。没有棋品哦，你这样不会玩。这个我更不会。是西洋棋，它好像有分什么图案是放哪一个位置，有点像是那种象棋。哦，它是磁铁的。这个做的很细，你看底下有这么小颗的磁铁耶，这真的好酷啊！这个。那种随便摆吗？我也是随便摆，因为我不知道要摆到哪。真的很可爱，可是我不会走棋，而且它很棒的是它的磁铁就不会掉。这个是什么乐谱吗？你看一下这个 folder， 对，这边有很多小乐谱，你如果要海报收集，你想要放什么都可以。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本可以放乐谱，还是什么海报啊？迷你的乐谱可以把它拆下来，这个先撕起来。这真的可以弹吗？而且弹得很可爱。太小了。还有动漫，动漫海报的收藏都掉了，掉得很离谱。你看，用夹子放进去把它舒压。这很像，就是你看你自己如果画了一本素描，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收藏在这边。是要讲的，有没有很酷？你可以贴一下它这个是什么分类。它这个也有蓝色夹子，它很多颜色，可是我觉得黑色好看。歪了，来再一本。应该要穿插一些这个。哇，刚刚好哎，真的可以弹的感觉，好细哦。很可爱、啊，你知道吗？它还有多那个资料夹可以放在里面。如果你有很多个小小的，就可以把它塞在那里。这个是那个克利翁信奖的点心盒子，你来折，它非常的小。超级可爱呢，你看。我们忘记贴一个东西了，贴错了，这个要先撕起来。我就想说这怎么那么单调，该不会这么单调，结果真的不是这么单调。它还有这个要贴，这贴上去就很像，好酷哦，贴歪了就很不舒压呢。我觉得一定要贴到正我才会舒压。哦，这好难贴哦，还好它这个是做不会破的，不然早就被我撕破了。来了来了，哦，这样很酷呢，你看，哎，好好看哦，这个可以贴在这个地方。贴在它这个框的框框里面，这样子。这就是金块上的迷你娱乐小物，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呢？那你最喜欢哪一款呢？嗯，都喜欢。都喜欢。这资料夹我真的觉得很酷的，我也觉得。话说，我觉得也很酷，都很可爱。这就是今天开箱的全部。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类型的开箱，喜欢迷你小物，这个应该叫做回缩小物。如果喜欢这种迷你的这种开箱的话，也欢迎大家帮我们按个赞，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这类型影片哦。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欢迎大家按下订阅、小铃铛通知，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次影片更新。那我是明天晚上千多影片周一直播周四小吃，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喽，拜拜。哇，粘在一起。对对对，因为它不粘在一起，你看这个是口风。你看得到吧？这个看得到。你念给我听。Ah, there is it. A time for a school mouse.